各位，我王善航。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亞聯酋迪拜見記者，總結中東訪問，形容是友誼之旅，成功介紹香港和開拓機遇。訪問團和當地的不同人士接觸，是開拓了我們的聯繫網絡，鞏固了我們的朋友空間，亦都是加強了人心相通。這個是推廣優勢之旅，因為我和的隨團官員以及30多位的代表呢，和當地的人士是交流接觸的時候，是介紹了香港的多方面的優勢，亦都是強調了呢，香港是重返舞台中心，和世界呢是全面開放，以及和內地呢亦都是全面通關。他們對於香港在不同的行業、專業和我們的經驗呢，都有很高的評價，亦都是非常重視香港呢在既是背靠內地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咁係好積極咁呢去考慮呢在香港是擴闊他們的投資商務合作，和在金融科技、綠色經濟合作等等呢是多參與的。行政長官李家超又說，在沙特接觸了多個主權基金，都說有意在香港投資。這四個公司或者基金呢，所涉及的資產呢是超過呢是差不多是20,000亿美金的。最令我印象深刻呢，就是他們對香港非常有興趣，亦都在交流裏面呢聽了我們講一些獨特的優勢之外呢，亦都去提出咗佢哋一啲希望了解嘅範圍嘅問題嘅，咁所以咧呢個咁嘅積極交流咧好有作用嘅。我哋亦都係邀請如果佢哋係盡可能咧就嚟香港派代表嚟香港係了解香港嘅情況啦。咁我哋保持呢個緊密嘅聯繫咧，我相信咧對於大家喺呢方面嘅關係啊同埋發展咧都好正面嘅。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討論基層醫療健康藍圖，有議員質疑地區康健中心的成效。社區為本，現在我們康健中心個個標書都一樣的，咁變話佢做嘅嘢咧就各區都一樣。咁你話觀塘嘅社區同埋南區社區嗰個社區需要係咪一樣咧？咁點樣可以達至社區為本咧？而家咧只有大概咧2,600名左右嘅西醫係加入呢一個嘅現時個名叫基層醫療指南裏邊嘅。咁但係其實我哋都相信咧，其實如果要一人一家庭醫生咧，似乎咧呢個數字咧係暫時未足夠嘅。社區康健中心個服務咧，是需要有啲標準嘅地方嘅，因為例如我哋推出呢啲計劃，共同治理計劃啊呢啲，又或者我哋嘅醫務人員嗰個名冊啊咁咧，都會有啲標準喺度。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亦都強調咧，佢應該係有個差異嘅，就係每個地區唔同。隨住我哋推出各項計劃咧，包括咗我哋嘅萬病共同治理計劃啦，個長者醫療券嘅提升啦。同埋我哋其他現有嘅政府有好多嘅一啲臨床嘅工作咧，好似我哋嘅疫苗接種啊呢啲咧，同埋一啲癌症嘅篩查啊咁樣咧，我哋都會以後咧係喺呢個名冊度揀選呢啲醫生嘅。咁所以咧嗰、那個對呢啲醫生嚟講，家庭醫生嚟講咧，有更大嘅誘因咧，去到加入嗰呢個名冊。各位，我王善航。特区政府和沙特以及亚联酋同意启动保护投资协定谈判，同埋讨论绿色金融合作，亦都同两地商界达成合共13份合作备忘录或者意向书。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中东访问，话对结果感到满意。香港和沙特的企业和机构之间
是交換了六份合作備忘錄，又或者是合作的意向書，是涵蓋了金融、創新科技、商務、交通和能源等等範圍的。香港和亞聯酋的企業和機構之間呢，亦都是交換了七份合作的備忘錄，又或者意向書，加強兩地之間的多個領域的合作。這些是包括呢是建築專業、創新科技和商貿等等的。另外呢，金融管理局呢在今年上半年呢都會組織高級的財經方面的代表團呢，是來中東進一步呢是拓展商機。而迪拜呢亦都已經決定呢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去鼓勵香港的企業呢是把握商機和合作交流的。特區政府是歡迎和主動呢會跟商會在這方面接觸和推動。轉下財經消息，恆指中午收市報21,237點，跌387點，總成交是639億幾。睇下最活躍港股表現，騰訊控股跌9蚊，美團跌7.7，阿里巴巴跌3.3，恒生中國企業跌1.72，京東集團跌13.6，百度集團跌9蚊，盈富基金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跌1.66毫，友邦保險跌0.4，快手跌3.2。睇下其他主要藍籌股嘅表現，匯豐控股升2毫，友邦保險跌0.4，中移動升5毫，港交所跌8.2，香港中華煤氣升3仙。恒生科技指數跌184點。睇下內地股市嘅表現，上證綜合指數跌19點，深證成分指數跌99點。內地通脹有升溫跡象，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一月按年升2.1%，升幅係3個月以嚟最大，同市場嘅預期相近。按月亦都由持平轉為升0.8%。反映企業成本的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連續4個月按年下跌，一月跌幅擴大到0.8%，但按月跌0.4%，跌幅較去年12月收窄0.1%。國家統計局解釋，由於放寬防疫和農曆新年效應，消費物價上升，當中鮮菜按月升近20%，但由於生豬供應持續增加，豬肉價格跌近10%。出行和文娛消費需求大幅增加，支持機票和交通工具租任費分別升20%和13%，電影和旅遊價格亦都升大約10%。轉下其他消息，青沙管制區今個月26日開始實施已通行不停車繳費，有的士業界話乘客未必清楚司機俾咗幾多隧道費，建議增設顯示收費金額嘅大型顯示屏，減少的士司機同乘客嘅爭拗。本港乘客都未必清楚每一條隧道收費啦，遊客糾紛更加大，根本你冇俾錢，佢見你過隧道咁咧，咁佢唔俾你，咁點搞啊？佢唔俾就乘客同司機個糾紛多咗，同埋一投訴就一定多咗。我覺得每一條隧道咧，有隧道之前應該咧左右兩邊咧設一個大型嘅顯示屏，顯示幾錢收費。最低工資五月將會調高到時薪40元。在立法會相關小組委員會上，有工會背景嘅議員再次要求縮短2年1次嘅檢討週期。我哋咧就一系就否決咗佢，一系咧就支持啊。咁啊，如果否決咗佢嘅話咧，就即係原地踏步啦，就都係時薪37.5。條例咧就話咧最低工資嘅水平咧係每2年最少檢討一次，其實就係俾政府希望有一啲靈活性。咁但係你咧次次都係等2年咧先去檢討，咁所以我覺得咧係有違嗰個法律嘅原意。行政長官就要求咧，最低工資委員會要喺今年10月啦，10月底之前咧，就要交個
就住嗰個檢討周期啊，嗰個研究咧，要交啲建議俾翻政府咁樣咁所以嗰個研究工已經開始咗噶啦，唔排除係會有一啲嘅調整。咁但係呢個要俾啲時間啦，希望最低工資委員會個研究出到有個結果，有啲建議可能會清晰啲。天文台預計未來兩三日温暖，潮濕有霧，下星期二開始會稍為轉涼。維港兩岸朝早天色都灰蒙蒙，華南沿岸受到潮濕偏東氣流影響，本港今朝有薄霧，南部水域的能見度曾經降到2000米左右，建築物的頂部都難以睇清。隨著偏東氣流逐漸被溫暖潮濕的海洋氣流取代，下星期初廣東沿岸漸轉潮濕有霧，而一道冷風會在下個星期二橫過廣東，到時北風增強，氣温顯著轉涼。下星期二、星期三最低14至16度，受到隨後較乾燥的大陸氣流影響，下星期中後期天色會好轉。南韓明天開始恢復發放中國公民入境短期簽證，並將會因應情況考慮取消相關入境防疫要求。南韓政府召開會議，決定星期六重新向中國公民發放短期簽證，認為中國的新冠疫情已過高峰期，進入穩定階段。近期由中國入境南韓的人陽性比率已經降至大約1%，而確診者未有驗出新的變異株病毒，相信重新開放中國公民短期簽證不會對防疫工作造成影響。目前由中國入境南韓的人需要提交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並接受落地的核酸檢測，如果呈陽性就要隔離7日。當局說會因應情況考慮取消相關入境防疫要求。中國上年12月大幅放寬防疫限制之後，南韓上個月2日開始暫停簽發中國公民赴韓短期簽證，其後措施更加延長至到今個月底。中方多次批評南韓的做法不利中韓人員往來和交流。另外，日本政府據報最快今個月放寬由中國入境的人的落地檢測措施，到時旅客的新冠病毒檢測將會從強制性改為抽查，但是仍需要提交72小時核酸陰性證明，而中國直飛日本的航班不會再限於4個指定機場降落。無線電視記者何欣喬報導。土耳其大地震連同鄰國敘利亞增至超過20000人死亡，一個被困90小時的10歲細路女獲救。在土耳其南部重災區哈塔伊，救援人員在地震90小時後成功從瓦礫中救出一名10歲女童，為她蓋上毛毯，用擔架送她上救護車期間，不斷同她講嘢同拍手鼓勵。當地一名48歲女子亦在被困90小時後獲救。雖然救人黃金72小時已經過去，但仍然陸續有人奇蹟生還，令救援人員非常受鼓舞。在卡拉曼馬拉什，救援人員較早前亦都救出一名5歲男童。今次地震令土耳其約1350萬人受災，大約6500棟建築倒冧。在鄰近地中海的伊斯肯德倫市，地震後出現海水倒灌，為救援工作帶來不便。同樣受災嚴重的鄰國敘利亞亦有水壩裂開，洪水淹沒位處下游的村莊。國際社會繼續支援災區，德國軍方三架運輸機當地禮拜四搭載帳篷、電暖爐等物資抵達土耳其，聯合國提供的首批國際援助亦抵達當地。無線電視記者楊子文報導。啟德世運道興建簡約公屋爭議仲未平息，居民點解咁反對呢？啟德第二核心商業區的概念由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在2011年提出，經過10幾年，現時的發展和原有規劃有幾大出入呢？歡迎收看時事多面睇。啟德舊機場1998年遷出之後，土地空置多年，部分去到近幾年才陸續發展，不過還有不少的土地要繼續曬太陽。政府表明簡約公屋項目只是借用空置土地7年，
咁點解居民仲係唔收貨？有區議員就話同決策過程有關，理據係咩呢？何先生前年年中用1200万嘅成交價買咗啟德一個私樓單位，最近完成裝修，準備入伙。行另一半啦，咁就有打算拉埋天窗啦，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兩個可以有個地方去安居樂業啦。咁所以就揀咗一個比較新發展區嘅個樓盤嘅。當然會想係一個比較舒適啲嘅一個社區啦，或者係一啲配套比較完善嘅社區嘅。啟德目前有10多个私人屋苑，何先生呢个新楼盘邻近啟德体育园同区内一啲商业发展用地。何先生话当初都试过喺其他市区搵新楼，但考虑到当局想将啟德打造成第二核心商业区，佢同另一半都相信呢区发展潜力较大，所以最终都决定喺啟德置业。当时经纪公司啦，或者系发展商啦，都会用。可能是商業的元素啦，以至是交通的便利性啦，同埋一些的校網等等的因素去推銷啟德呢個新發展區啦。咁啊，最尾就揀咗啟德嘅，咁啊，因為相對上當時的規劃就比較多商業設施嘅，咁譬如可能由嗰陣 SOGO 啊、ASI 沿住太子道東去到松皇台站嗰邊。都是一些商業的地皮的。不過何先生的願望可能要遲一些才實現到，因為當局已經決定了借用這區原先計劃做商業用地的一幅地皮興建10700个簡約公屋單位，預計最快2年之後同區有多大約3-4万人入住。政府對這個區域一個 CBD2 的發展都是存在擔憂的，始終佢而家嘅規劃係有少少俾人朝令夕改嘅感覺啦。簡約公屋嘅憂慮當然係會令到呢個區嘅人口大幅增加啦。咁相對而家屯馬線其實喺繁忙時間都係非常擠擁嘅。咁變相當會有憂慮，就係當呢一區嘅更加多嘅市民去入住嘅時候，令到屯馬線可能更加擠塞。啟德簡約公屋的選址位於世運道，同啟德港鐵站以及附近多個私人屋苑有大約10分钟的步行距離。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呢日就帶埋圖積嚟實地視察。目測呢一個地點咧係都同一個私人樓宇嗰個區域都有段距離嘅。咁啊，都未必話去到可能側邊個位置度啦。如果你講緊係個景觀上面啦，樓高本身嗰個項目可能都係講緊即係10多层嘅位置度啦。如果係距離都係一段距離遠啲嘅話咧，我相信可能嘅影響就唔會算太大嘅。世運道呢幅地皮多年嚟未有出售發展，目前係城巴喺東九龍最主要嘅停車場，旁邊亦都擺放咗一啲工程用料。我記得我自己讀緊預科嗰陣時，啱啱就係迎接呢個機場即係關門嗰日。到到今天自己都去到中年嘅時候，都仍然見到即係啟德仲有部分嘅土地都未發展嘅其實。咁但係你話如果係有啲嘅本身可能係有規劃上面係需要啲時間嘅話咧，咁冇理由浪費咗個土地咁浪費啦咁樣。咁我覺得都會支持可以係利用好呢段嘅空檔嘅時間。他形容過去不少新發展區，例如天水圍、將軍澳等等，私樓公屋都是雙軌並行發展，尤其簡約公屋只是臨時性質，相信問題都不大。都理解大家可能在啟德方面去置業，可能真的有自己本身有一個期望或者是一個願景的。不過現時來說，我想火問題都是很嚴重。我幾年前都參與過政府成立一個劏房小組，做研究的話也都有探訪過劏房居民的，其實都的確理解到一些居住環境其實是比較差，大家可能都要多些去包容或者諒解，因為畢竟不是說將這個地去改變了本身的用途。選址上個月底公布至今2个星期，立法會公務小組星期三投票通過包括啟德世運道在內的首批簡約公屋項目。不過啟德一帶的多個私人屋苑外圍依然掛上反對的標語。
大家都不是咁贊成喎。當然啦，我哋都係唔贊成啦。咁你山頂嗰啲政府官邸，你唔計咯。係啊，當區區議員張景芬就形容區內私樓業主嘅不滿從未減退。我啦，同埋居民一樣咧，都非常之詫異咧，有一個咁快嘅決定嘅，即係睇落咧，好似咧局方係好似係以速度取勝，但係冇足夠嘅諮詢咧就去做咧，其實好難去服眾嘅。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即係局長同副局佢哋既然咧對於政策咧係咁有信心咧，我都希望佢哋咧都可以好有信心咁樣同居民咧去解釋翻。面对种种质疑，政府多番强调，启德简约公屋在两年的建筑期和五年的使用期之后就会完成历史任务拆卸，交还土地给发展局，不会影响启德核心商业区的长远发展。不过张景芬认为，政府始终未有派员和区内私楼居民会面，后果已经无可挽救。可以容許佢哋去講咧，就係唔係好信任。咁呢個係好睇到咧，即係局方佢推出政策上邊冇諮詢嘅一個嘅後果咧。七年嘅時間其實都唔係一個好短嘅時間。佢哋好擔心一樣嘢就係、會唔會有一日去到我死咗之後，我都未見到 CBD 2咧？呢個係佢哋想嘅願景，佢哋唔希望到老嘅時候都未見到政府嘅承諾得以兑現。立法會議員楊永傑原定星期六在啟德舉辦遊行和集會，反對啟德簡約公屋的選址，但最終擱置，居民改為只是在政府總部外面請願。張景芬就期望當局不要只顧劏房住戶的感受，忘卻中產市民的需要。基層和中產有什麼共通點呢？其實大家都很努力去向上，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生活環境可以得以改變，大家都有去獅子山精神之下去拼搏的時候的集會遊行，都是不排除會做這個的行動，但是這個都要需要就是尊重居民的意見，而我們都希望政府在未有這個遊行集會的時候都可以學識怎樣去聽居民的聲音，聽居民的意見。啟德第二核心商業區的概念可以追溯至2011年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提出要將原來的啟德機場用地重新發展，配合觀塘、九龍灣的重建項目，在東九龍打造中環之後第二個核心商業區。不過多年來啟德的規劃不似預期，包括2020年啟德單軌項目被擱置，多幅商業用地改劃做住宅用地，現在區內再加多一個簡約公屋，會不會令啟德第二核心商業區的定位更加模糊呢？其實我想所有的規劃都會根據個市場的需要會有微調的。其實現在啟德的商業用地在現階段來說可能未有一個即時發展的需要，因為現在其實商業的 用地其實都不少，所以在現階段來說將它臨時作為一個所謂簡約公屋的用途的話，其實也都沒有違反了個所謂長遠個規劃 的原意的。咁多咗簡約公屋，會唔會影響附近私樓嘅樓價呢？趙錦權話：參考其他區嘅經驗，相信影響極微。會唔會因為康山花園嘅存在，令到康怡花園嗰個樓價會跌咗咧？會唔會令到太古城嘅樓價會跌咗咧？我又睇唔到咯。其實香港嘅土地其實供應都係唔足夠嘅，即係你要完全將私樓公屋或者甚至乎係簡約公屋咧，係特別劃咗一個區域出嚟去做咧，我相信都幾困難嘅。为了释除居民的疑虑，他建议当局除了在日后简约公屋的租约上列明租户无论如何必须五年之后搬离选址之外，也都可以行多一步派定心丸。政府是否可以将这一幅地呢提早拿出来卖呢，或者放了去那个可能会比较特别一些，就是可能我们三年后五年后已经是将会要买这幅地，甚至乎呢可以在今日已經是預先去拍賣依幅地，而講到明咧係五年後或者七年後咧係可以俾嗰個買家嘅嚇，即係有一個所謂時限喺度，咁會令到市民咧，我相信會放心多一啲咯。時事多面睇，今集時間夠啦，再見。
李家超总结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访问行程，话满意成果。南韩明天开始恢复发放中国公民入境短期签证。神舟十五号航天员完成第一次出舱任务，历时大约七个钟头。各位，内容加要先讲下港股下昼开市，睇下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1,200点，跌422点，总成交超过646亿。睇下最活跃港股嘅最新报价，腾讯控股跌9.8，美团跌7.9，阿里巴巴跌3.3，恒生中国企业跌1.76，京东集团跌13.8，百度集团跌9.5，盈富基金跌4.2毫，南方恒生科技跌1.72毫，友邦保险跌1.65毫，快手跌3.25毫。再睇下其他主要蓝筹股嘅表现，汇丰控股跌5仙，友邦保险跌1.6，中国移动升4毫，港交所跌8.4，香港中华煤气升1仙。恒生科技指数跌190点，报4380点。睇埋内地股市嘅表现，上海 A 股跌21点，上证综合指数跌20点，深圳 A 股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跌103点。其他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中东访问，形容系友谊之旅，成功介绍香港同开拓机遇。香港同沙特阿拉伯以及阿联酋达成一共13份合作备忘录或者意向书，对访问结果感到满意。八日的中东之行，访问团到过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布扎比和迪拜。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是友谊之旅和开拓商机之旅，巩固了我们的朋友空间，亦都係加強咗係人心相通。呢一個係推廣優勢之旅。咁佢哋對於係香港喺不同嘅行業、專業同埋我哋嘅經驗咧，都有好高嘅評價，亦都係非常重視香港咧喺既係背靠內地、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咁係好積極咁咧去考慮咧喺香港係擴闊佢哋嘅投資商務合作，同埋喺金融科技、綠色經濟合作等等咧，係多參與嘅。李家超又話：訪問團接觸嘅主權基金同埋企業，包括石油巨企沙特阿美，都有意來港投資。呢4個公司或者基金咧，所涉及嘅資產咧係超過咧係差不多係20,000亿美金嘅。最令我印象深刻咧，就係佢哋對香港非常有興趣，亦都喺交流裏邊咧，聽咗我哋講一啲獨特嘅優勢之外咧，亦都去提出咗佢哋一啲希望了解嘅範圍嘅問題嘅。咁所以咧，呢個咁嘅積極交流咧，好有作用嘅。至於商界同埋專業界，香港同沙特、阿聯酋企業亦都交換咗合共13份合作備忘錄或者意向書，涵蓋創新科技、能源、建築專業同埋商貿等嘅領域。而香港同埋沙特阿拉伯同意啟動促進同保護投資協定嘅正式談判。阿聯酋政府亦都同意同香港展開討論簽署發展綠色及可持續金融合作備忘錄嘅工作。迪拜亦都決定喺香港設辦事處。無線電視記者翟俊文報道。行政長官李家超被問到在沙特阿拉伯訪問多日都唔需要戴口罩，會唔會加快本港撤銷口罩令？他說經過冬季流感高峰期之後會再考慮。口罩令仍然存在，口罩令多次都解釋過，就是因為我們有冬季的流感高峰期，我們是確保在我們全面開放和世界接軌，以及和內地全面通關，這個會增強了人流交流人數方面的增加，我們是確保那個風險可控的情況，是穩步去推進
我哋全面去復常嘅。個原則係清晰嘅，就係當我哋可以肯定過渡咗流感高峰期呢個冬季慣常帶俾我哋嘅一個流感高峰嘅一個風險之後咧，係會好積極考慮我哋係將嘅口罩令咧係都係取消嘅嚇。轉睇下旺角一個住宅單位發生火警，一個女人死亡，死者係公立醫院護士。消防由起火單位救出一個吸入濃煙昏迷嘅35歲女人，送去廣華醫院之後證實死亡。醫院管理局證實死亡的女人是伊麗莎白醫院任職護士。凌晨近3點，廣東道927號一個唐樓單位著火，消防到場將火救熄。初步調查相信火警因為外置充電器短路引致，起火原因無可疑。火警當中大約20個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位置。而醫院管理局對有女護士死亡感到哀痛，會盡力為家屬提供協助。南韓明天開始恢復發放中國公民入境短期簽證，並且將會因應情況考慮取消相關入境的防疫要求。南韓政府召開會議，決定星期六重新向中國公民發放短期簽證，認為中國的新冠疫情已過高峰期，進入穩定階段。近期由中國入境南韓的人陽性比率已經降至大約1%，而確診者未有驗出新的變異株病毒，相信重新開放中國公民短期簽證不會對防疫工作造成影響。目前由中國入境南韓的人需要提交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並接受落地的核酸檢測，如果呈陽性就要隔離7日。當局說會因應情況考慮取消相關入境防疫要求。中國上年12月大幅放寬防疫限制之後，南韓上個月2日開始暫停簽發中國公民赴韓短期簽證，其後措施更加延長至到今個月底。中方多次批評南韓的做法不利中韓人員往來和交流。另外，日本政府據報最快今個月放寬由中國入境的人的落地檢測措施，到時旅客的新冠病毒檢測將會從強制性改為抽查，但是仍需要提交72小時核酸陰性證明，而中國直飛日本的航班不會再限於4個指定機場降落。無線電視記者何欣喬報導。土耳其大地震連同鄰國敘利亞增加到超過20000人死亡，一個被困90小時的10歲女子獲救。在土耳其南部重災區哈塔伊，救援人員在地震90小時後成功從瓦礫中救出一名10歲女童，為她蓋上毛毯，用擔架送她上救護車期間不斷跟她講嘢和拍手鼓勵。當地一名48歲女子亦在被困90小時後獲救。雖然救人黃金72小時已經過去，但仍然陸續有人奇蹟生還，令救援人員非常受鼓舞。在卡拉曼馬拉什，救援人員較早前亦都救出一名5歲男童。今次地震令土耳其約1350萬人受災，大約6500棟建築倒冧。在鄰近地中海的伊斯肯德倫市，地震後出現海水倒灌，為救援工作帶來不便。同樣受災嚴重的鄰國敘利亞亦有水壩裂開，洪水淹沒位處下游的村莊。國際社會繼續支援災區，德國軍方三架運輸機當地禮拜四搭載帳篷、電暖爐等物資抵達土耳其，聯合國提供的首批國際援助亦抵達當地。無線電視記者楊子文報導。而中國救援隊擴大在土耳其災區的救援工作，中國紅十字會向敘利亞援助的第一批醫療物資運抵當地。到土耳其救災的中國救援隊人員當地星期四下午在哈塔伊的廢墟下面發現一個生還的20多歲女人，與土耳其救援隊展開2小時合力營救，終於在地震後超過80小時將她救出，是中國救援隊成功救出的第3個生還者。參與救援的中國民間團隊亦都傳出好消息，
中国公羊救援队联合土耳其陆军城守队在哈塔伊一处民居成功救出一家五口，包括两个小朋友。那个团队已经救出七个生还者。中国红十字会向叙利亚灾区援助的第一批医疗物资星期四晚运抵大马士革，估计可以给五千多人使用。在场迎接的中国驻叙利亚大使史宏薇说，下阶段援助将会陆续落实。中国商务部说，220吨小麦已经送去叙利亚，剩下3000多吨大米和小麦亦都将会在近期运送。无线电视记者梁永山报道。至于由港府跨部门组成的救援队抵达土耳其之后，先在货运机场拿回8吨的消防救援物资，然后启程去灾区哈塔伊省。本港派出的59人救援队由保安局、消防处、入境处和卫生处人员组成，同行亦都有两只搜救犬。今次出动的队员有部分曾经参与2008年汶川地震搜救工作。神舟15号航天员完成进驻太空站之后第一次出舱，历时大约7小时。今次亦都是中国太空站全面建成之后第一次出舱任务。神舟十五号打开出舱舱门完毕。神舟十五号指令长费俊龙星期四晏昼5:10打开问天气集舱舱门，正式开始出舱任务。导航系统好，完毕。之后到张六，他在舱外配合扶手和安全绳，以攀爬的方式到达指定位置。邓清明就负责舱内的支援工作。首先安装蒙天实验舱外的扩展泵组，之后费俊龙利用大小机械臂组成15米的组合体移动，张六就借助舱外的扶手行动，完成安装脚限位器等的设备。出舱大约6小时之后，张六将舱外操作台拆卸，并交由企在机械臂上的费俊龙送到气集舱舱口。到凌晨12:16，两名航天员完成既定任务，安全返回气集舱。整个过程，程序执行是正确，操作也很到位，表现出了很强的这个操作的能力和协同配合的能力，我觉得要为他们点赞。航天部门亦都公布，神十五近日首次利用蒙天的货物气集舱，将载荷由舱内转出，并由机械臂安装至舱外指定位置。太空站有两条机械臂，分别是位于天和核心舱外10米长、负载能力达到25吨的大机械臂，以及5米长、负载能力达3吨的小机械臂。专家话，机械臂组合体足以覆盖整个太空站，協助安装和更换舱外载荷，减低航天员在轨工作负担。无线电视记者陈淑仪报道。北韩庆祝人民军成立75周年，外界除了将焦点放在军方提升力量，也都关注最高领袖金正恩的女儿。北韓國營電視台播出人民軍成立75周年的專題片，展示軍人如何接受嚴格訓練。見到多名士兵在雪地上赤膊打坐，冰冷的水從頭淋下來亦都面不改容，並徒手和用頭打破厚重的冰塊，用強壯的上身整斷鐵鏈，以及在冰水中舉起重物，亦都在火車頂做出高難度的動作，展示軍人的優秀訓練。官方亦都发放早前阅兵仪式的片段，外界将焦点放在最高领袖金正恩和个女金珠爱的互动，包括一起行红地毯，并在贵宾席检阅仪仗队。金正恩面露笑容和个女倾谈，今次是金珠爱第五次公开露面，而官方对她的称呼亦都由最初亲爱的子弟，逐渐升级为尊敬的子弟，令到外界关注平壤是否布局为金珠爱将来成为继任人铺路。无线电视记者何英桥报道。